天呢，我想要挑战的是能够花多少的时间把国中的20只鸡翅膀给吃完，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把它给吃完。我开动喽！好吃，很贵。
忘记跟大家说了，在这边的有附送3罐饮料，因为这间餐厅它所提供的20块鸡翅膀跟小鸡腿多已经是48令吉的价钱了，所以以这间餐厅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3罐饮料是免费的吧？还有就是他们也给了一个狮子鸡。好，那么下次会吃什么呢？我们下个 video 再见，拜拜。